是对一个的人，我是美国人，我是美国人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所以明天就可以问你的老师，明天就是问老师 your homework 就是 ask your teacher， OK， 问问看哦。啊？我跟你说好了。哦，好，明天。好，来，假爸妹，假爸妹，假爸，假爸，阿妹，阿妹，对，熬炸，熬炸，熬炸，好，这里有没有问题？